这款也是属于目前在售的版本里面最高配的一款。它的除了像拥有像全皮包裹的门板跟内饰面板之外，而且我们的门边会有高级的一个木饰，包括我们的钢琴烤漆的一个面板。包括配置上面的话，像双层杂交玻璃，包括后排的皮质全包围的，宝贝是皮质全包围的。这款带真力时表吗？不带啊，不带啊，不带。然后呢，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内饰啊，大家看到的就是它的一个内饰。然后我们待会也会去把那个想看卫士90的宝贝还在吗？这个想看卫士90的宝贝还在吗？然后你要是还在的话，我们待会把这个揽胜过完了之后，我们就会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卫士90啊，你还在吗？然后像是我们的揽胜现在也是，就是可以做到首付1-2成，30个 W 以内就。首付30个 W 以内，然后它可以贷60期啊，这个也是只有我们展厅可以做到的一个金融政策。所以说喜欢我们揽胜的朋友可以赶紧过来冲，然后如果说想订2-3款揽胜的朋友也是赶紧到店啊，我们差不多4-5月份会上市，6-7月份到店啊，大家赶紧过来订，只有过来订车的朋友们才能拿到第一批的车，而且只要订了我们2-3款的揽胜，我们会给你送价值4个 W 的电探啊！你不订的话，可能车到店了是需要加价的，好不好？只有过来订车了，又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开到新车，又可以收到价值4个 W 的电探，是非常划算的。所以说，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赶紧过来订车，好不好？这是揽胜传世加长经典版，170，估计分期得200。不到200啊，绝对是不到200的。我们展厅的金融政策是非常好的，好吧？我们展厅的金融政策是非常好的。等我买卫士一定带壮壮，我醉了，我才不壮壮，好吧？看看后排，刚刚看完后排，副驾座椅加热功能有吗？有啊，有都有，好吧，都有。我们刚刚看完后排，它的后排是非常的宽敞的，后排是带了我们的鱼。